大家好，我是欢子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在农村的架线工他是怎么在高空中作业的。这个是李大哥，他现在往柱子上面爬上去了，他脚上穿的那个是脚架，然后可以在高空中可以固定好，不会滑下来。好，回头帮你俩，你注意点。嗯，管得挺多。这上面基本上多久就弄完一个了？啊，四分钟吧。做了这个多少年了？我做这个4年多，今年是8岁了。平时一天的话是多少工钱？200块一天了。从几点钟就开始做这个？8点钟。我下午几点钟收工啊？你感觉做这个辛不辛苦，累不累？真的辛苦了，这辛苦了，那你就送去给你。辛苦完应该是。他们现在上大学的话，一年基本上要用多少钱？3万多块钱。那这个钱怎么来呢？职工就职工拿工资就一过年一年工资就聊一过年十大块，我俩想离婚的。自己家里面也没种田了。像以前做这个一天有多少钱？做这个大建工也是有一点危险的，家里面有没有说别让你住了？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干？什么事啊？这里是你不应该拆瓦子，必须要修楼梯啊！学得来啊！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 TV。